你知道男人最好的保养是什么吗？你知道如何让男人由内而外的散发荷尔蒙的味道吗？现在越来越多的男性重视保养，因此市场不停推出男性专用护肤品和 SPA 用品。可是多数男性只顾脸部的保养，往往忽略了最亲密的战友阴茎。其实这是男性最应该好好保养的部位。在一些东南亚国家，男性从小就懂得利用天然植物来保养阴茎，以便它能更持久地发挥作用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神器草本按摩凝胶。研究已显示，高含量的类黄酮和糖基类黄酮可以促进血液流向男性生殖器，可以促进正常的性器官勃起，并且提高敏感度和性能力，使得男性能够更持久，更显雄姿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有以下三个理由。第一，草本按摩凝胶是由一种只生长在泰国的传统植物燕子卯制成，也被赞为高阔，植物的根和茎也被确定可以作为处方来用作温和无副作用的壮阳药。第二，草本按摩凝胶是一种特别为男性健康保养的外用产品，作用是帮助在性方面有勃起困难的男性，它已被证实有助于阴茎的勃起硬度、尺度、充盈度，延长勃起时间，控制射精时间的使用保养，也可以帮助增加阴茎勃起的次数。第三，它可以在行房时直接用在男性阴茎上，按摩至完全吸收，或者可以当成润滑剂来使用。